飞了这个凶器哈、啊。那所以目前警方还在了解当中，他这个作案啊等等相关的情形。不过就是从高雄昨天才上来的，那所以今天他是刻意挑选这个我们的捷运哈、啊。来这个作案的，这是初步情形。不过我们还是以警方，因为警方现在正在侦办当中，还是以警方的侦办为主，这样子。谢谢。那我们这两位伤者随机吗？现在警方还在侦办中哈。那所以我想有关于案情还是以警方说明为主。不过他是专程北上的，是从高雄过来，都不认识，他们彼此完全没有恩怨，所以我们这两位市民朋友是无辜的，啊，是无辜的，谢谢。那市长，那请问我们接下来终结会有什么样的措施？第一个哈，我们终结已经这个全会负起全部的医疗费用。第二个，终结也会派人在这边服务两位我们的市民伤患哈。第三个呢，在第一时间大家都有按照相关的程序，那所以在第一时间也压制的跟逮捕这一个嫌犯，那现在正在侦办当中。